近日，恒大汽车发布 AVP 自动泊车系统，总裁刘永卓在海花岛亲自体验。现在通过恒驰 APP 启动自动泊车。自动泊车系统融合超声波雷达、毫米波雷达等多种传感器，结合高精地图实现行人避让、跨层行驶、窄路巡航、自动避障、自动跟车等领先功能。恒驰正在自主巡境，智能识别空闲车位，自动泊入。通过 APP 可实时得到泊车反馈。接下来，通过恒驰 APP 体验一键召唤。恒驰接收指令后，自动启动并驶出车位。行进过程中可自动识别避让其他车辆，并实现自动跟车。恒驰自动规划最优路线，轻松实现跨层行驶，自动驶达指定位置。通过全球领先的技术方案，恒驰实现了特定场景下的 L4 级别无人驾驶，展示了恒大汽车在自动驾驶领域的超强实力。抖音